好，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 tangent 跟 cotangent 的微分。它的微分的话呢，我们要知道 tangent 的微分是 s e c o n d 平方，我们要记下来。cotangent 的话呢比较少用，它是负的可 s e c o n d 平方。那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证明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这怎么证呢？tangent 的话呢，我们要知道的话呢，tangent x。 根据三角函数的定义的话呢，它是可以有一个商数的关系，是 sine x 除以 cosine x。那现在我们来看看 tangent 的微分，tangent 的微分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写了。根据微分的这个叫做除法的微分公式，底下是平方。 然后呢，我们的公式是上面为分，下面不为。来，上面为分是多少呢？sin 的微分是我们证明过了，是 cosine x。底下不为，再来一个 cosine x。这边来一个负号，然后再过来的话呢，是上面的话呢就不为分，再来一个底下微分。 cosine x 的微分是负 sin x，那负号的话呢，丢在前面好了。负号丢在前面，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，这个负号就会变成正的。那么各位同学看，cosine 平方加 sin 平方是是多少呢？是恒等式为一。于是的话呢，我们这边的答案是 cosine 的平方 x 分之一。 这样子的话呢，各位同学，我们已经做到了。可是，这样的写法的话呢，很多人认为说，这样的写法他觉得写的有分数，看起来不习惯。那么，我们知道 cosine 分之一是什么呢？是 second x，我们就变成 second 的平方 x，这就是我们 tangent 的微分是 second 平方的做法。 那么 cotangent 的微分是怎么做呢？那各位同学的话呢，我们的话呢，其实可以留给同学来练习 cotangent 的话呢，各位同学的话呢，一样的做法，我们的话呢，这边就只是做一半就可以了。cotangent 的微分其实就是 cosine，因为的话呢，cotangent 就是 tangent 的导数，所以是 cosine 除以 sinx。那么根据后边。 一样的，底下平方，上面为分，下面不为分，减掉上面不为，下面为。我们的话呢，就知道经过了一个运算之后，我们可以知道它是负的 sine 的平方 x 分之一。这个我们经过计算的话呢，同学可以不妨试试看。那这个的结果就是写成比较简单的写法，就是负的 c s e c o n d 平方 x，那么我们大概的话呢，介绍到这边。